让开。电梯超载，请乘坐其他电梯。老头，自觉点出去。你怎么都推老人家呢？是你进来才上钟的，要出去也是你出。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出去？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和霍总的关系？我管你是谁，赶紧给爷爷道歉。这女的是眼睛瞎了吗？连安娜姐都敢怼。看她这样子是来面试的，敢得罪安娜姐肯定过不了。懒得跟你们这种人废话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小姑娘。没事就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宋诗宁。你在霍氏上班？嗨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哦，我看好你，你一定会通过的啊！谢您吉言。就知道了。也不知道能不能遇见霍总。霍总怎么可能来面试我们这种小角色？要是能进秘书部就好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和霍总近距离接触呢。宋诗宁是哪位？啊，我。进来面试。